一分钟用汉语学台语，子虚乌有，乌就是有。台语的有发音乍听起来却像是汉语的无，念作乌。最近似汉语的音是乌鸦的乌，但要把这个字搭配鼻音念成短音。例如我有就念作哇乌。而当有作为一个词汇的字首时，往往会转音念成三声五，像是有人就念作五郎，可以想成是五郎。有够好念作五告贺，可以想成是五告贺。有还有另一个读音念作 you， 通常作为文言文的读法，读音有点类似英语的人称代词你 you， you。